我去拿给你看。不用了，我已经看过了。思远，当你看到这张纸条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在了。我本来想当面告诉你，但是我没有那个勇气。我也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你，所以我写在许愿瓶里，你能不能看到就看天意了。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揭开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，但是我认为你应该知道，因为那也是你的心愿。你一直在找的母亲其实就在你的身边，她就是陶婉如。我不知道告诉你对你来说是欣慰还是痛苦，我宁愿是欣慰，因为我希望你快乐。再来，回来了，爸爸。来来来，你怎么了？拜拜，到爷爷房间玩去喽。走，站住。贝贝，自己去房间玩。我问你，陶婉如是不是我妈妈？谁说的？你不要管谁说的，告诉我是或者不是。不是。你现在还要骗我？你自己看。思远，这个我……你们为什么要合起来骗我？哎，思远，小说啊，我看了一半了，看得我眼泪汪汪的。这么说，我女儿快当大作家了。那当然了，谁让我是流落人间的精灵呢？要要要，看你得意的，到时候人家不喜欢，我看你怎么办？怎么会呀，妈妈？妈妈，你怎么对我这么没有信心呢？有信心，无条件的支持你，好吧？谢谢妈妈，妈妈，我一定呀不负众望，让张家名垂青史。嗨。越来越自我膨胀了。我去开门。来了，思远。思远，你怎么来了？正好，甜甜正在说她的小说，一块听听吧。怎么了，阿姨？你真的是我妈的朋友吗？是，怎么了？还是。你就是我妈。
思远，思远，你在开什么玩笑啊？你自己问他。我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真的是你妈妈的朋友，现在也是你的朋友。哎，陶宛如，你说什么呀？我是说。 我跟他没有关系。本来思远认你的时候，我已经不愿意了。现在你又不认他，为什么？你怕失去这个大房子，你怕失去你有钱的丈夫啊？叔叔，阿姨，你们到底还瞒到什么时候啊？思远就是阿姨的孩子，阿姨以前跟林叔他……别说了。 既然他不认我，我们走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当我妈已经死了。 妈妈，思远说的都是真的吗？